是我是很后知后觉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跟拍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大部分都是我助理会带林心如回家。好，那那几次是刚好我要进棚，那就麻烦了。没什么人送，我们大会聚餐都是很多人一起啊，新美啊，大家一起。嗯没有啦。哦。很好啊，我觉得他们跟他们合作很好啊。可是你跟志玲不熟啊，你跟言承旭熟嘛，所以情感上心如也比较有钱，你是不是应该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？跟钱是两回事，他们两个都不错啊，其实两个都也还不错啦，其实都生活都可以过得很自在。现在最主要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不同的火花，就是说在工作上也好，感情或就是缘分嘛。我会期待他们两个彼此感情上好，我期待他们都能找到很好的对象。超红令人好像另外一个。我觉得他们觉得 OK， 大家总要有一些朋友，就算你结了婚了，你还是有一些朋友。我是很祝福啊。所以言承旭有带他那个。